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啊。这节课呢，我们还是会继续来讲 Python 里面包括模块的相关的知识点啊。虽然呢，这个包括模块的知识点呢比较基础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要讲的内容呢，会稍微的有一些难以理解。好，那么我们主要讲的一个知识点呢，在于包括模块导入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和绝对路径啊。以及Python 它的这样的一个可执行文件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在这两节课里面呢，我会讲很多常见的一些理解上的误区啊，所以说呢，请大家呢要仔细的听。好，很多同学呢会觉得导入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对吧？就是 import 然后呢一个模块 t 就完了。那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呢都是你自己认为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清楚把包括模块的关系理解清楚的话呢，我不能说你写代码的时候会有问题但是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在于如果你去阅读别人的源代码的话特别是一些中大型的项目的源代码的话呢，它的包括模块呢是非常多的，关系呢也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不能很好的理解的话，这个源代码呢你是看不下去的。那么理解这个包括模块呢，对于我们去编写这样一些动态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通常呢写这个项目来说的话呢，可能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入口文件，然后呢有一堆的包括模块但是呢，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些动态的特性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呢对这几节课的一个重视好，那么我没有在我们之前的课程的那个项目上面继续的来给大家讲课我重新呢整理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简洁的一个Python 常规项目的一个目录结构这个目录结构呢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的。好，那么左边这里呢是我们一个常规的 Python 项目它所拥有的一个目录结构好，那么最外面这里呢，最外面这里呢是有一个根的一个文件夹的也就是一个顶级的文件夹只不过在 VS Code 这里它不会把这个最上面的这个文件夹呢给它用文件夹的图标显示出来，但是呢确实Module 1、Module 2、Module 3和这个 main.py 呢都是位于这个 demo 这个目录下面的。那么对于一个 Python 项目来讲的话，一般情况来说的话呢，它有一个主的一个入口文件就是 main.py。这个 main.py 呢，你呢可以随意的命名我们在上节课里面呢也给大家讲到这样一个入口文件的一些特点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内置变量和普通模块有什么不同。好，我刚刚呢把这个目录呢给重命名了一下这个地方呢叫 package 包呢会更加合适一些。好，那么通常情况下面来讲呢，一个Python 的项目呢，它呢都是通过这个入口文件来被 Python 这样的一个命令来运行的。然后呢，在这个 main.py 的内部呢，会去引入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包以及包下面的模块从而实现一些业务的功能。好，那么我现在呢要说的一个误区是很多同学呢会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常规的 Python 项目来讲的话，demo 这个顶级的目录呢就是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顶级包但是事实上面来说的话呢，这个呢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好，那么顶级包它其实呢是和这个 main.py 也就是这个可执行文件的位置是有关系的。至少呢，以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形式来看的话呢，demo 呢，它现在呢就不是一个顶级的包这个我们还需要验证一下吗？我们上节课呢给大家讲到过了我们直接打印一下这样的一个 package 属性那你的 package 属性，好，我们 Python main.py，你看一下没有main 呢，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包项目。但是呢，对于我们 main 下面所引入的这样的一些子包比如说这里有个 M2，对不对？好，我们可以在 M2 里面打印一下这样的一个 package，看一下好，我们在 main 里面呢，把这个给注释掉我们 import 这样的一个 package，import 我看一下package 2.m2，好，然后呢，我们再运行一下出错了是吧？我看一下这里是因为这样的，package 2下面还有一个 package
还有一个子包 package 四，好，现在呢应该是可以的啊。我们清一下屏，好，再来运行一下 main 点 py。我们可以看到啊 ，M2 这个模块啊，它呢就有一个包啊 ，package 2和 package 4。好，那么对于 M2 来讲的话呢 ，package 2现在呢就是它的顶级包啊。即使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我们其实呢也是可以看到的啊 ，M2 的顶级包呢并不是啊最外面的这样一个 demo 啊。所以说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决定 M2 顶级包的啊是哪个关键的因素啊。还是在于你的这个可执行文件啊，由于可执行文件和它的这个 package 2呢是在同一个级别的啊，所以说呢 M2 呢它的顶级包呢只会啊到这个 package 2这里啊，而不会到 demo 这里啊。好，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呢，大家下去了之后呢可以做一个具体的测试啊，大家呢可以把这个 main.py 啊移到这个 demo 的外边去啊，然后呢再去运行这个 main.py， 然后大家呢就会发现啊，这个 M2 的顶级包呢它会啊。demo 给包含进来，好，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这个概念呢比较抽象啊，我们在这里呢把这个文件的资源管理器打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啊 main.py 呢剪切到 demo 的上一级啊，好，这样，好，现在呢我这个 main.py 啊是看不到的啊，因为呢我们打开了 demo 啊，而 main.py 呢在 demo 的上一层，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运行这样的一个。main.py 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啊返回到 demo 的上一层去的，然后呢，我们运行 python main.py， 这里呢它肯定会报错啊，会报导入错误，对不对？果然啊，它报了这样的一个找不到 package 的2。好，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于啊，你改变了这样的一个 main.py 的位置，那么呢，对于这个 package 的2来讲，M2 来讲的话，它的顶级包的位置也改变了，我们还是呢可以做一个测试看一下啊。好，你把它给拖到这里啊，打开。好，这个时候啊，对于 M2 来讲的话呢，它的顶级包啊就不是 package 的2了，它是什么 demo 啊。然后我们此时呢加了之后啊，我们再运行一下啊 main.py。好，我们发现啊，这里呢可以成功的啊执行 M2 里面的这样一个 print 语句。好，我们呢把我们的 main.py 啊给找回来啊。好，还是让它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来。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要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说很多同学呢看到这样的一个经典的目录结构的时候呢，都会认为啊 demo 是这样一个顶级包啊，不是的啊，顶级包的概念呢一定呢是和你的入口文件相关的啊。大家呢还可以去尝试着啊把 main.py 丢到这样的一个 package 2下面，然后呢你再执行 main.py。你会发现呢 main.py 所引用的啊这样的一些包啊，它们的顶级包呢都不可能是 package 的2了啊，而是 package 的4啊。这个呢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啊，把它拖回来。好，这个呢也很好理解啊，因为呢对于 main.py 来说的话啊，它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呢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包的概念的，因为呢它是一个入口文件，它是需要 Python 命令来执行的。那么我们产生包的概念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产生包的概念是因为啊 main.py 里面啊导入了这样一个 package 的2，所以说 package 的2呢才是啊这样的一个包的顶级包啊。好，那么我们接着啊来说一下相对导入和绝对导入这样的一个意义和概念啊。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呢是Python 里面啊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好，我们把代码给调整一下啊，我们先把 main.py 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把它改回来啊。如果你想正确的导入 M2 这个模块的话。看一下 M2 里面，好，没有问题。好，那么对于现在的这样一段代码啊，我们执行这样的一个 Python main.py 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我们重点关注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导入的形式啊 ，package 的2 package 的4 M2 啊。我们刚说了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package 的2呢是顶级包，对不对？好，从顶级包一直通过点符号连接啊，一直找到这样的一个 M2 呢，我们称为这样的一种路径形式叫做啊绝对导入啊，也可以叫做绝对路径啊。要注意的是啊，绝对路径啊，必须啊是从顶级包一直开始往下找的啊。如果你想从 package 的4点 M2 吧，这是不可能的。你如果想这么做的话啊，它肯定是会报错找不到的啊。所以说呢，绝对引入啊，一定要从顶级包开始。这也就是我刚刚为什么啊反复的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顶级包的概念的意义啊。你必须知道顶级包在什么地方啊，你才能啊正确的啊引入这样的一个。
模块啊，如果你认为顶级包呢是 demo 的话，那完蛋了，里面肯定是会出错的啊。然后呢，你就抓耳挠腮的找不到原因在哪里了。好，我把它给恢复一下。好，那么相对路径啊是什么形式呢？相对路径啊，我简单的先说一下，相对路径呢是用啊一个点表示当前目录啊，两个点表示上一级的目录，三个点啊表示上上级的目录啊，然后以此类推啊，四个点、五个点的，每又一个点呢就表示一个上级的目录啊，这个大家先了解了。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点 package 的 R_package4.m 啊。这个相对路径去访问到这样一个 M2 这个模块的，为什么呢？等会儿我们讲啊，这个点呢，确实呢是可以表示当前目录啊，但是呢，在可执行文件里面嘛，在这个入口文件里面呢，是不能用相对路径来导入的。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样的一个相对导入啊。好，那么我们刚说了啊，点号一个点号呢，表示的是同级目录啊。按道理来讲的话啊，你点号 package 在二，然后 package 在四啊。一直追溯到 M2 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理解对不对呢？好，我们执行一下 python.py 啊。好，import 这里啊，它直接会报啊这样的一个语法错误啊。为什么呢？因为 import 啊是不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相对路径的啊。如果你想尝试点的话呢，这里呢会直接报语法错误，编译啊这个解释这个环节呢都没有通过啊。好，那么啊，可以使用啊这个 from 啊来做这样的一个相对导入啊。按照我们刚刚的理解呢，同样啊 package 的 R，大家可以看到智能感知呢，这里呢是可以感知出来的 package 4.m2 啊。按道理来讲的话啊，一个点表示当前目录的话，其实没问题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执行看一下啊，它不会啊再报这样的一个，哎，看一下啊，哦，这个 import 的。写错了啊，from import 啊，import 什么？我们 M2 里面加个变量，好不好？加一个 M 等于二，好，或者我们在那点 py 里面啊，import 这个 M 变量。好，这个时候啊，好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再继续执行啊这个 Python 那点 py 啊。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不会再报这个点号的语法错误，而是告诉我们呢 null module name 的啊这样的一个main，然后呢点 package 二。好，那么换了 from 之后啊，它这里呢是不会报语法错误的啊，它弹出了其他的错误啊，我们等会儿再来说一下啊，这个其他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并不是说啊这个点号的使用有问题啊，而是呢 Python 呢它有一些其他的机制啊。不能够让你在这个执行啊，在这个入口文件里面啊，使用这样一个相对路径。好，那么我们下面呢来演示一种啊，可以使用相对路径的情况。我们呢在这个 main 里面啊，依然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绝对导入啊，from package 的 package 4 package 4 import 的 m 啊。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 m 里面啊，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相对导入啊。好，我们呢在 M2 这个模块里面啊，尝试着再去导入另外一个模块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在 package 4这个包下面啊，和 M2 同级的位置呢，再建一个模块啊，我们就用 M3.py。好，M3.py 里面的内容呢，这个呢就和 M2 里面是一样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它同样是 M 等于 2，print package。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模块2里面，模块 M2 里面导入模块 M3 的话呢，我们尝试着使用一下我们说的这样一个相对导入啊，用点号 M2 import 啊 M 这个变量。好，哦，不对啊，这里呢应该是 from M3 啊，因为我是要去导 M3 这个模块的。好，那么在运行程序之前呢，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整个的一个导入的路径啊。首先呢是这样的一个入口文件啊，尝试着用绝对的导入的方式呢去导入 M2 这个模块。由于呢，在导入的时候呢，我们之前讲到过了啊，它会运行啊 M2 下面的这样一些代码，所以说呢 M2 在开始的时候呢，又尝试着啊去导入 M3 这个模块。那么要注意的是啊，我们啊在这里呢使用的是这样一个相对导入啊，来导入这样一个 M3。好，那么一切就绪了之后啊，我们呢还是啊来运行一下我们的入口文件啊。好，然后我们发现啊，OK，没有问题啊。
第一个的显示呢，应该是 M3 显示出来的啊，它打印出来的这样一个 package 变量，我们可以看到啊，package 的变量的顶级包是哪里啊？是 package 的2，对不对？好，然后呢，第二个打印出来的应该才是这样一个 M2 里面投影这个里去啊。这两个由于 M2 和 M3 是位于同级的啊，所以说呢，它们的这个 package 的内置变量呢，取值呢也是一样的啊。好，一个点呢，我说过了啊，表示的是同级。那么我现在呢，在尝试着用 M2 这个模块啊，来导入它上一级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块。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M package 的2下面啊，新建一个模块 M4 点 py。我搞错了啊，M4 点 py。好，同样的，我们在 M4 里面啊，也定义一个变量 M 啊，随便定一个。好，然后呢，我们也让这个 M4 啊，来打印一下这样的一个 package。好，让我们回到 M2 这个模块里面来啊。现在呢，我不再导入 M3 了，我要导入 M4。好，那么一个点哈，M4 对吗？不对啊，因为 M4 啊，大家看一下，它是位于 M2 的上一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要用两个点。错了，两个点来表示 M4 啊。一个点，我们先看一下啊，它肯定会报错的，它肯定是找不到这个 M4 模块的。你看一下，好，这个地方是语法错误啊，这样。好，它肯定是报这样的一个啊，M4 是找不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需要用两个点啊。改了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好，没问题啊。好，我们分析一下结果啊。第一个打印的是哪里的啊？第一个打印的是 M4 的啊。第二个打印的是 M2 的。M4 它的包对不对啊？M4 是位于这里的，对不对？顶级包是哪一个？是 package 的二，对不对？所以说 M4 的这样的一个 package 的路径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package 的二啊。然后 M2 呢，它是不变的啊，它还是啊 package 的二，package 点 package 的四。好，按照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啊，一个点是当前目录，两个点呢是上级目录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如果我现在呢想再往上引入一个层级啊，看一下啊，好，我们在这个 main 的同级呢建一个 M5 点 py 啊。好，同样啊，我们复制一下，M5 里面呢代码是一样的。好，这个时候啊，如果我想在这个 M2 里面啊引入 M5 的话，是不是说我加一个点号表示再上一级，然后 M5 就可以了呢？结果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不行的啊，我们运行看一下啊，来，这里报错了啊。好，那么这一次的异常啊，并不是报啊找不到 M5 这样一个模块啊，而是报这样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多同学应该如果写过 Python 的呢，都可能会看到过的。Attempted relative import beyond top level package 啊，试图去引入一个超过顶级包的这样一个包啊。好，那么这个问题啊，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思考一下啊。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答案，那么呢说明呢你确实是理解了我这节课上节课所讲的内容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要联想到我上节课啊所讲这样的一些知识啊。好，所以说呢，我们本节课呢就先到这里啊，给大家留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下节课呢来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同学们，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